新闻最后要来看的是，饮酒醉男子骑车上路，不愿意接受警方的酒测，但是拄到手铐冠军的女警，也是乖乖认命。饮酒卖骑车开车，嘉义市警方表示，一名醉技师遭到警方的拉查，男子被查落来了后，可能心头真惊，惊去予罚款，一度拒绝警方的酒测，说出拜托警方放伊过，不过也是熬未过警方的执法，无奈才来测试。经过测得值有0.9时，意外来触及到公共危险罪，技师实在是去被罚惊了，大喊我无钱，企图挣脱。伫在场的女警迅速来扣上手铐，这个女警也是嘉义市警方比赛扣手铐的冠军。这些男子啊，吼，在这酒测值就高达0.994啊。那当他得知吼将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的时候，就出现了极度的抗拒行为。那严警为了顾及他的安全哦，幸好我们的民警哦积极的将他上铐，才安全的带回。呼吁各位民众啊，酒后千万不可以开车啦。那因为连续受罚真惊吓，这次触犯到公共危险罪，女警好身手顺利将伊带到受理侦办。警方呼吁饮酒唔好开车，开车卖饮酒，所发生的重大车祸。调查起来，主因拢有酒驾的因素，请驾驶人饮酒唔好上路，注意家己甲别人的行车安全。细心新闻蔡明东，江宜市采访报道。